这一届苏里洪台造成一人死亡，21人受伤。行政院长江宜桦今日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，表示讲，政府会对伫洪台天死亡这个警员将有来呼吁。伊讲，这一届无造成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各地方政府尽早来对着危险区的居民进行彻底疏散。全国已经有8500多人疏散撤离，那有3500人是安置在我们的收容处所。那这个在一天里面哦，能够让能够承蒙各地方政府的协助，达到这个应该有的这个撤离的标准。我想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产生的一个原因。在听了各部会的报告了，江宜桦讲，目前要有3000多名民众是伫安置。唔通着急，唔是讲风雨停就当登到厝，因为就算风台来离开，伫山区也是爱注意着大雨。伊嘛只是相关的单位对着停电的40万户的爱随来做抢修，避免亲像安养中心等等需要卫生系统的消防机构，因为无电来受到影响。